10月16日是赵丽颖的29岁生日。16日早上，赵丽颖工作室微博晒出工作人员为赵丽颖庆生的照片。照片中的房间中摆满了花朵和气球，花瓣铺满整个场地，会场布置的公主范十足。赵丽颖端坐在一个摆着大蛋糕的桌前，她戴着《疯狂动物城》中朱棣锦帽造型的帽子，心情大好的她又是比心又是做出剪刀手。网友看后纷纷送上祝福：“颖宝生日快乐！好羡慕身边的工作人员啊，永远幸福快乐！”